我是喵喵，一个雨库打了6年交道的女生。在我眼中，每个人都能有不同的美，往往需要的只是一点的改变。就在我的节目中 ，Training is coming。大家好，我叫孔成基，我的职业是企划公关。因为我平时上班都是穿正装，所以对休闲潮流这方面不太敏感。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变得更时尚、更潮流。大家好，我是米阳，我是私人形象顾问。然后呢，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的吃职单元，为我们的模特做形象变化改造。今天我们的模特呢，她平时着正装比较多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呢，主要为她打造一套街头潮流风格的感觉。Catalog 酷行乐于2000年在香港成立，起初以限量版的球鞋起家，加入各式小众品牌的高端买手款式。后又陆续创办自由品牌，迅速成为极受欢迎的潮流店铺之一。当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，基本色系的字母 T 恤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略加变化的印花设计颇具玩味，简约而不单调，轻易演绎出潮流风格的精髓。任何季节都要准备一件百搭的外套，对于夏日，镂空的网眼元素独具设计感的同时，在视觉上更显清爽。夹克款式的剪裁利落率性，不必刻意搭配就能酷感十足。撞色也对是夏日里的一大流行关键词。这款鞋子的颜色运用颇为大胆，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。统一的冷调搭配毫无违和感，明亮动感的外观绝对可以成为造型亮点。想改变吗？关注我的节目，随时与喵喵进行互动，等你哦。